有教两个方法，谁记得那个两个方法？我知道。好，来，一如做得很棒啊。第一个方法是什么？第一个方法叫做，他先是不要看口，再来慢慢的走过去。哦，很棒，你记得吗？上次我们在溜滑梯的时候，有一只小黑狗一直要跟我们玩，对不对？对。那结果呢？我们都它紧追着。对，我们都没有用水果奶奶的方法，我们用跑的。结果呢，狗都跑着，一直追着我们。所以，我们下次如果遇到狗的时候，要怎样？转过去，慢慢的离开。那第二个方法是什么？我知道。来，嘉欣，就是看着树和雨伞。然后挡住，然后慢慢走过去。哦，很棒，对，拿出书本或者是雨伞，慢慢的走，打开以后，然后慢慢的走过去。好了，我们今天也要讲跟狗有关的故事哦。还是那个有这样的哈利。对，因为我们以前很久以前有上过，我们再看一次。来，好脏的哈利。我走摘耶。来，哈利是一只。白色的身体有黑点点的狗，有一天他听到他的小主人在楼上浴室放水的声音，哗啦哗啦哗啦，他马上摇起了刷身体洗澡的那个刷子，然后他在后院的花园里面挖挖挖挖洞，把他的那个刷子藏起来，他又跑到煤矿场去玩溜滑梯，玩的身体更脏了。老师，哈利在哪？哎，你找找看嘛。哈利在哪？他现在变成怎样？哦，好，谢谢你告诉我。他现在变成这样子的样子喽。他刚刚是一个白色身体、黑点点的狗，可他现在变成了一只黑色身体、白点点的狗。他的小主人有看到他。可是他说，我们的花园来了一只黑色的身体白点点的狗，跟哈利好像哦。怎么才知道？不知道，那我们再。他跑到家里。不对，把一个东西藏起来了。哦，他想到了，他藏着刷子把它挖出来，咬着，赶快冲到家里去，请他的小主人帮他洗澡。洗一洗，他赶快叫爸爸妈妈，你来看，这个是我们家的哈利耶。哈利今天晚上啊，因为他玩得好累，所以他睡得舒服。谢谢。
有帮他的小狗做什么事？帮他做什么？洗澡的。洗澡，对不对？有时候呢，我们要看他的身体有没有生病，你要照顾他，也要看他有没有生病，你知道吗？我们的狗狗，他的鼻子如果湿湿的时候代表什么？你知道吗？没有，湿湿的时候代表他很健康。等一下，我们要做这只狗，你要不要做？等一下，选自己要的颜色的袜子当他的身体。等一下，抓不给，全部把你的棉花全部都塞满整个。先把头做出来，绑好橡皮筋以后才可以做身体。等一下，你的头要多大？塞多大的棉花？塞跟你手掌握拳石头一样大小的棉花就可以绑起来。来，云珍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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你先塞进去，不够老师会再跟你说，好不好？好，云珍，还不够，再来。哇，不错。太多了，太多了。来，妈妈拿一点点，云珍，小零钱。在哪里？